喜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。Hello， 各位火把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 Torch News 新晋主播雨农。今天是我参与火把影音的第一次服事，其实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如果待会我介绍的时候有结巴或者是声音在发抖的话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咯。那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关心火把的大小事，生命教育、前进校园、爸妈站出来。为了帮助及建造我们的下一代，生命教育即将与家长开始校园中的备课读书会。透过备课读书会，让您可以一起进入校园，在孩子学校的晨光时间进入班级分享，透过有趣的绘本、破冰游戏及提问时间，与孩子们有更深的互动，并且分享属于真理的价值观及信念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先参加生命教育前进校园说明会，日期是2月13日礼拜四的早上9:30到11:00，地点是在火把全人发展协会办公室，也就是我们的许昌街42号9楼。鼓励所有孩子正在就读国小的家长们一起前进校园。火把的装备系统第一垒即将要开跑咯。其实我已经跑过了第一垒，那在营会当中我有非常深的得着以及释放。鼓励你，如果你想要深深经历神的话，欢迎参加我们的 T1 经历神营会，时间是在2014年2月22号到23号，地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一楼集贤厅。报名资格是以第一次参加营会者优先报名。报名方式，如果你有参加小组的话，请向小组长报名，小组长会以 email 回复报名名单。如果你还没参加小组，请于主日会后至六楼柜台报名。报名费用每个人是1500元。如果你是夫妻、学生，或者是与耶稣相遇完成结业的学员，另有优惠。报名截止日为2月11号礼拜二，人数额满，即将截止，所以要报名要快哦。火把的学生们，是不是在寒假像主播一样胖了好几公斤呢？火把教会不止喂养你的属灵生命，也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哦。火把学生运动大会比赛日期2014年2月15号礼拜六的中午12:30到5:30，活动场地在台北市立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。参加资格，凡是在学学生证即可报名参加，包括国小及研究所。鼓励火把学生邀请同学组队报名。竞赛类别有大跳绳、二人三角接力、大队接力。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2月2日3点钟结束。火把的学生们，一起在寒冬中战胜体脂肪。火把舞团总是在大小的活动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如果你也对舞蹈有兴趣，你也希望能够以这种热情优美的方式来回应神的话，欢迎加入舞团哦。甄试时间2月22日礼拜六1点报到，甄试地点在火把办公室10楼多功能教室。报名截止日在2月15日的中午12:00前。请将报名表、推荐函交交给子俊和伊婉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近一次舞团精彩的演出吧。Breaking through the night. You will never fade away.
二月的 QT 笔记本已经可以开始在会后到主日柜台选购喽，每本建议奉献价是50元。提醒大家，别忘了在会后离开主日会场的时候，记得领取经文红包哦。相信里面的经文都会成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祝福。现在就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主日吧。